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啊，卷中第五十六页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即异姓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生产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续世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的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随着儿女之来，一定要懂得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
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的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啊，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这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造于读诵词不思议经啊，这个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了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的越早越好啊，就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啊。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
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个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呢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啊，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什么？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啊，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尽虚空法界啊。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啊，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啊。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啊。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啊，接触感觉得很舒适。恶念啊，恶心呢、啊、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
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个就叫磁场啊，也行，说磁场也行啊，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道事情啊。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的一切举止就影响他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啊，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啊。我们多聊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了，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啊，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啊。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啊。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那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啊，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什么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
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四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见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语言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啊，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啊，没有办法了弘扬啊。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 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决定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个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都
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的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年修学佛法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各家提倡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这附带的事情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
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得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他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叫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啊。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他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那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福报他升天了。这个福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
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呢。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的啊，请吃饭的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啊。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责，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 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
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的。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啊，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啊，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寺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哎，你看我们在《隐尘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他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效果，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到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啊，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啊，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
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不，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就确实有道理。那么这一段是讲这个生产，念这个经有好处。念经如果对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够明了，那个力量就更殊胜，对吧？因为你明了啊，你读的时候随文入贯，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至少在读诵的时候啊，那个境界能转一点啊，你能转个一分两分都能产生效果，这个效果都在波动里面显示出来啊。如果体会得更深，平常能够依教修行，那个力量就不可思议啊。所以下面啊讲的这个果报啊，是新生子，就是出生的这个小孩啊，或者是男孩或者是女孩啊，蓄有殃报变得显著。过去生中啊，他要是造的有罪业啊，这一生呢要来受报的，这个罪业就消掉了啊，确确实实给这些婴儿啊消除业障啊，这个时候消除业障好消啊。小孩长大了，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了，那个时候你想消除业障啊，帮不上忙了。这个时候他完全听话了。所以这个消除业障啊，都要在这个时候。于是我们才体会到古圣先贤讲的胎教是多么重要。那么这是佛门讲的胎教。下面说安乐易养，寿命增长啊，这个小孩这是业障消除啊，灾难也就消除了啊，很好养啊，他寿命增长啊。假如这个小孩啊要是成福而生的，他过去生中修的福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他来报恩来的啊，跟父母过去生中有恩德，自己也修福啊，转增安乐，借于寿命啊，你能够这样教导他帮助他，他那个福报就更大啊，那寿命就更长。这个注解里面呢也注得很好啊，可以做参考啊，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啊，在卷中第五十九面，佛赐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是诸日等诸罪戒极，定其轻重。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这个课题里面讲的
斋僧感报啊，经上讲的十斋日啊，也有经上讲的六斋日啊。那么这个日期呢，都是算农历啊，现在用农历越来越少了啊。那么整个社会也，全世界现在通用的都用阳历啊。这个地方讲的六天啊，逾月每一个月啊，初一、初八、十四、十五。那么越小有二十九，越大有三十。那么这些日子啊，佛告诉我们，都有一些天地鬼神在这个世间呢巡查啊，所以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造善的，有造恶的，这些鬼神在那里记录啊，他们在那里调查啊，这个是诸罪集结，定期轻重啊。那么这些东西，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都列入档案了。到临终的时候，要是没有福德的啊，这时见了阎罗王啊，这个档案拿出来的时候，那就定你果报的轻重。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迷信呢？给诸位说，真有啊。为什么呢？我们世间也是如此啊！啊，你看每天这警察都巡逻 啊，你要犯罪的时候，刑事警察要调查你 啊，要搜集你犯罪的证据 啊，然后再判断。我们世间人定一个人罪，找一个证据。很难的，不太容易。鬼神来找你这些证据，你没有办法隐瞒了。啊，我们可以欺骗人，欺骗不了鬼神。啊，现在用科学来办案，啊，用科学来测谎，啊，殊不知这些鬼神呢？不要用这些科学工具啊，他直接从你发出电波讯息里面来去监看，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所以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只能够自欺欺人，欺骗不了鬼神。尤其我们读无量寿经，你看经上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计算的。这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十方诸佛世界修学念佛法门去往生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不晓得有多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神通道力几乎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我们在经上读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天眼，他们的天耳，用我们现在的话，都是最厉害的。尽虚空变法界，他们看得到，一切众生起心动念
他们都知道，他有他心通啊。鬼神这种小神通能力有限，他们的能力决定比不上阿罗汉。阿罗汉的能力能知五百世，一个人五百世之内，生生世世的情况阿罗汉知道，所以这些鬼神呢没有这个能力，大概的时候你很近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这个一两年几个月的事情他很清楚，他有这种能力，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能力太强太强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起心动念都知道啊，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的念头不善，行为不善，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不间断，将来还是不能去。那么念佛何以不能往生呢？你每天支持名号啊，是口善啊，你心不善啊，你的行不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要三业清净啊，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心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善你的言行一定善啊，这样才能往生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所以你看看无量寿经讲往生的条件啊，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啊，最重要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如果我们只做到了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再说一句老实话，真正发菩提心啊，没有这个念佛也能往生啊，这经上讲的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为什么呢？菩提心呐，菩提心是心善呐，心善行善，一生没念佛，到临命终时念一生念十生都决定往生。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心不善，行不善，天天念阿弥陀佛，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是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我们不善跟他格格不入啊，没有法子相处啊，他们都是上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为什么每天这拼命念佛呢？怕临命终时忘掉了，这个每天念佛了就跟那个训练一样啊，所以是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平常不断的训练，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提起这句佛号的用意很深很广，不但是不能把佛号忘记，不能把佛的心佛的愿佛的心忘记啊，我们的心要跟佛心一样啊，所以听到佛号见到佛像就要想到我的心要跟他一样，我的愿要跟他一样，我的心要跟他一样，那你就决定得生，心愿心相应呢就是发菩提心了啊，这是往生呢必须具备的条件啊，真正能够说心愿皆行与阿弥陀佛都相应，这是圆满的菩提心。
所以这个事情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当然放下啊，荣华富贵不能长保啊，啊，一定要修德，要看得远了，要看得大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这个生命很短促，世间很苦，我们往远处看，往大处看，前途一片光明。今天我们的生活空间，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科技虽然发达，交通便捷，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地球。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大了，净虚空变法界是我们生活空间的，你说那多自在啊，那才叫真正幸福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智慧能力都恢复啊，像诸佛菩萨一样随类化身，像《梵网经》里面所说的千百亿化身，他有这个能力了，同时到一切诸佛国土听佛讲经说法，有能力分身去了，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真有这个能力。那么佛在这个经上提倡一个月这个六天十天一定要断恶修善，不是说平常就不必啊，这几天鬼神来考察特别做一点好事给他看那这是讲到不得已啊，如果天天这样做了，那当然就更好更殊胜，怕你做不到，一个月叫你修十天更少的修六天，比不修好如果能天天修，那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我们今天这个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念佛常斋斋本来的意思是修清净心的，斋心的是求心清净心的以后变成持五说过五不是五两个小时从十一点到一点这都是五时是按照佛法里面严格来讲是过中过中不是才叫做持斋那么中日中每一天时间不相同而且每一个地区又有时差现在常常旅行这个事情很麻烦当地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事情就相当麻烦了所以从前一生住在一个道场比较容易当地日中的时间在古时候用日晷来测量这个晴天的时候可以测量日中的时间每一天相差四秒这个是一定要懂得那么现在有方便是用天文日历你只要知道经度当地的经度用天文日历那是一点都不会错所以执着在这个事情也很不方便也很麻烦
对这个生活实在讲也产生了压力啊，那不如我们天天如法了，这最好啊。所以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那么自行跟化他一定要有善巧方便啊。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在没有到台中之前，我也是持物啊，故中不识。我那个时候用的是天文日历啊，我从小对天文就很爱好啊，所以到哪个地方，那个天文台跟我一定有关系啊，也常常喜欢观测星象。啊，所以每一年天文台一定送天文日历给我。啊，所以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我这么执着，有一天就教训我：“你这样自习修可以，你不能度众生的。”啊，我说为什么呢？你太执着了。啊，他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弘法，这个地方的信徒，尤其现在工业时代啊，他们恭敬法师要请你去吃晚饭啊，请你去吃饭，可能中午啊一定是12点钟以后啊过了午，或者请你吃晚饭，你要是不答应，一定要坚固执啊你自己这个修法，别人产生什么心理呢？你这个法师架子太大了，我们想供养求福都做不到啊，反而叫人退心，叫人回报啊。所以这个是小乘人的做法，绝对不是菩萨心啊。我说那怎么样呢？随缘呢？李老师本身他是日中一食，他一生呢啊，他一天吃一餐呢。可是有信徒请他吃饭呢，晚上他要照吃啊，吃得大家很开心很欢喜啊。啊，我在台中的时候有这种机会，他一定把我拉到一道去了啊，跟大家结缘啊。这些人听到李老师是吃五的，一天吃一餐的，晚上也跟我们热闹，他那个感激的心呢就加倍了啊，才知道老师这么慈悲，很能摄受众生呐。他说：“菩萨一切为众生，啊，地藏菩萨，只要众生能得度，我入地狱也甘心嘛。”啊，这个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呐。所以，不仅仅执着这些小节。啊，这个做的是如法了，所以佛法里头，在众的这个戒律都有开源，啊，所以这个叫开戒、开斋，不是破斋，不是破戒。啊，如果你自己有贪心，哎，啊，你找这信徒，那我不好意思了，你们常常请我的，那你就要去破戒了，那个就错了。啊，绝不是有意。这个自己这么做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就这大乘法里面的真是方便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啊，跟小乘人这个思想见解啊，这些行持不一样啊。这个大乘呢确实是开放的，他掌握到原理原则啊，一切以利益众生为第一啊，利益众生真正利益自己啊。那么像现在经上所讲的这个农历对我们是相当不方便啊，但是要懂得它的意思。那么现在一般不用星期啊，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
能够修斋戒一天两天，啊，那这个功德就非常殊胜。啊，虽然不一定呢是在这个日期里面，啊，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不长，啊，这些考察的鬼神呢一定都能够看见。啊，所以这现代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啊，我们不必拘泥在经典上的所述，但是精神一定啊与经上讲的相应，啊，这样就好，啊，所以一定晓得通权达变，利益现代人的生活，让他在生活上不至于感到有压力，啊，那么这样就好。请看下面这段经文，啊，在六十一面，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全经记不住，这个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能把它背过，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南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确确实实是举止动念都是在造业，都是在造罪，起心动念都不善，啊，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这个就是业，就是罪呀，啊。坚固的物质，啊，世间人不同，好像为自己的利益，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当的，啊，这是正确的，这哪里有错误呢，啊，这是世间人的妄想之处，啊，佛说出这是错误，啊，而且错得太离谱了，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自私自利物质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妄想执着要不能够破除，不能够放下，你就永远在搞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这佛经讲的太多了，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啊，三善道就好比出来度假了，啊，观光旅游啊，三恶道是老家了，出去几天呢又要回老家了，啊，这个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所以佛说这是大错了。怎么样才是正确呢？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你就能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了，这是正确。是佛教给我们，教我们真的，啊，真正的破迷开悟离苦的路，这个路不是三界里面的路，三界里面没路啊，超越三界才真正的路，啊，就佛讲三界同苦啊，天上也有苦啊，
苦少一点，但是还是苦。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然后对于佛陀的教诲，真正感恩戴德。我们真是幸运，在世间人讲运气真好，遇到佛法。佛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了。这一生呢，真的得解脱了。要遇不到佛法，那我们跟经常讲的，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业，还是造罪业。明了之后呢，为佛法，为众生，为佛法呢，希望佛法普遍的流通。希望佛法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要发这个心呐，念念呢要想到一切众生，不但全世界人灭，还有畜生呢，还有魔鬼呀，还有诸天呢。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我们这个心量就脱开了。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的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建立，在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建立，在我们工作上建立，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建立，使整个社会大家生活当中各行各业当中通通建立起佛法。所以建立佛法，大家都知道，佛务社会，佛务大众。现在人讲法，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了。真正这样做的福，无有穷尽。福报现前了，佛教给我们要舍，不要去想啊，一想佛就迷了，就糊涂了，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是因呢，得是果，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什么就得什么，得到之后呢，又要舍。你舍得了，第二层意思就更深了，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了，更圆满了，永远自己不享受，有福报，这个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这是真正的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了。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有。懂得佛法的人，真懂了，他就依教奉行，他就这个做法，做得完全相应。这就是菩萨实现的。那么这是说出
一切众生，没有人教导啊，那就是这个现象。所以教学比什么都重要。是处是法都是建立在教学上。中国古代这些帝王都是聪明人的，他们治理这个国家，希望政权巩固，希望这个国家长远，从哪里做起呢？教学为先，先要把教育做好啊！这个教育里最重要的劝孝啊，让这些人民懂得孝道啊，教导人民知道尊师重道。每个人都修养自己的德行，社会安定的，天下太平啊！所以他们着重教育，把教育列在国家施政第一条啊！你看，从前这个国家这些制度啊，宰相底下有六个部。古时候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他只分六个部，六个部里头排名第一是教育部啊，礼部啊，从现在是礼部啊，六部里面礼部尚书是第一啊，教育摆在第一啊。对于这种事情看得多么重啊！而佛教教育是另外设一个机构，更加尊重皇帝自己来推行啊。这个教育的机构称寺啊，所以寺这个是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寺是皇帝下面办事机关的名称啊。为什么取这个名称呢？这个名称是永久建设的、建立的，不会改变的，要代代相传、传下去的。这种机构永久设立的机构才称之为寺啊，决定不能改变，决定不可以废除啊！用这个名称呢，就皇帝他是希望他这个朝代永远下去，不会被人家推翻的啊！希望传宗接代，代代传下去啊！所以这个机构是永久设的啊！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啊，这个寺的主管称为卿，所以九卿啊，三公九卿。那个三公是皇帝的顾问啊，现在讲的国策顾问啊，他有疑难的问题要向他们请教的啊。这个司今天讲的是一级单位，直接归他管辖的。那么佛也成寺，佛教的机构也成寺，归皇帝直接主管，皇帝直接来推动佛教教育。所以中国从汉朝以后啊，这个教育是两个体系，一个是佛教育，一个是儒家的教育。儒家教育由宰相负责来推动。
佛家教育是以皇帝自己来主导来推动啊，所以佛教育啊，这个推广超过了儒家的教育啊，这是从前人民对皇帝尊敬啊，啊，所以以帝王这个力量把这个教育推动到，你看看每一个省、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村都建立有佛寺啊，而儒家的教育顶多一个县才设一个县学啊，没有佛法推行的这么广啊，道理在此地。重视教育，而佛法变质，变成了宗教，啊，变成了为死人服务。这个历史很短了，大概在清朝中叶以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清朝初期不是如此。初期还是教育啊，我们看到康熙、乾隆、雍正这个时代啊，佛教依旧是教育，依旧是教学啊，所以你宫廷里面读经啊，就清朝这些帝王非常高明啊，他们怎样，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啊，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能够让这些人民服服帖帖啊，享过260多年啊，有他的道理啊。他用什么方法统治？他用无量寿经啊，这一招高明。皇帝说，不是你听我的，我们通通听佛的，我也听佛的，你们大家通通听佛的，这个方法高明啊。那不是我统治你们，佛统治我们大家，还有什么话讲呢？啊，所以宫廷里面都无量寿经，啊，也请法师讲解无量寿经，啊，大家都依教奉行。啊，满清把读经的宫廷里面读经啊废除啊，是慈禧太后。啊，大概慈禧听到无量寿经上讲的都是他的毛病，大概听了很不舒服，很不高兴，啊，就不读了。不读之后啊，这他是，那就是知情胡作妄为啊，把这个国家搞乱了。啊，假如他要还依祖宗的惩罚，啊，老方法不改变。还是依教奉行，大概今天还是大清帝国，不会改朝换代的，人民不会造反的，可惜的是把祖宗这些教诲惩罚舍弃掉了，我们自己这个胡作妄为明心失掉了啊，所以这个革命军一起来才会被人推翻了，这是他一生造的孽啊。啊，因为我们曾经听说慈禧在死的时候后悔啊，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啊，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啊，希望女人永远不要干政啊，临终才知道啊，女人干政造出这么大的灾难出来啊，但是后悔已经太晚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就何况自侵杀害啊，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啊，就好像是讲我们现代社会啊，从前人读经读到这些没有见到这个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在世界上太普遍了啊，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没有不恐惧的。众生造作这些罪业，哪里是没有果报的？今天整个世界这些灾变，现在人归咎到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为，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这个如果我们细细去思维，所有一切万物，刚才讲了，它都在动。只要是个物象，它的原子、电子，它都在动。动它就有波，我们人心起心动念，这个杀害窃盗邪淫妄语，这是极恶的那个波啊！而且这个波一切众生都造，你就想这个恶的波啊是多么强大，这个强大的波改变了物质，你影响它，你改变它，使它那个正常的组合都被破坏了，这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医报随着正报转的，医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的，人心善，这个环境就善，就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呢，就发生种种灾病。那么可惜现在一般人他不相信，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迷信，等到哪一天搞清楚搞明白，来不及了，世界毁灭了，不相信佛的真实话了，你要承受这个果报所以这是极不好的极不好的这些波用现在讲的是磁场，佛法里面讲光中国内地讲气极不好的极恶的你接触到身心不安这几乎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感受哪个地方人生活能过得安稳都是忧患的忧虑不知道哪个地方好都知道灾难要现前不晓得灾难怎么形成这些都是波动的影响诸佛菩萨的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每个人心底都清净善良所以居住医报的环境那么样的殊胜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去的都是上善之人你心不善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在佛法里面讲它是一个很新的世界阿弥陀佛建立到现在不过是十劫而已十劫在无限的时间里面讲是很短暂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新兴的世界里面的人不是土人呢是没土人呢都是外面移民过去的移民的条件这阿弥陀佛很聪明拿移民什么条件呢心地善良心地清净他选择这些人进去心地不善良的不准你进去
所以这世界这么美好啊，不像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里头有土著啊，没有法子啊，这些人心地不善的，所以说无助我是众生造作这么多罪业啊，诸佛菩萨来劝导劝化，劝了也未必听，也未必能依教奉行，可是佛菩萨慈悲到了极处，不听也来劝，这个劝告永远不间断，永远不停止，总希望有一天你觉悟回头了，所以真正明白人觉悟的人，这个环境不好修行，佛就劝你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无量寿经是教给我们移民的，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搞清楚了，方法也懂得了，我们就有很深的信心，知道自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换一个环境去生活，换一个环境去修行，我们也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所以移民到极乐世界，然后要帮助这些六道众生，跟诸佛菩萨一样慈悲，一样的有智慧，来教导这些众生。底下一段，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能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住贤圣像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遍游行内，无住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去。这个果报太殊胜，所以有许多人看到经上这样说了，怀疑说这个经上讲的太夸张了，与事实真相不符合，那么这个说法实在说呢是有过失，他没有了解佛经所说的意趣，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这句话重要啊，你把佛的意思错解了，这是大乘经，这个不是小乘经，大乘经是菩萨修的，凡夫可不可以修菩萨行呢？可以，华严经是最殊胜，里面当机就说到大行凡夫，凡夫可以修学，凡夫可以学菩萨法，可以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这个佛法才是圆融无碍啊！但是你一定要发大心，大心就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这就是大心，大心就能修学大乘菩萨法。那么由此可知，此地所讲的读经一遍，这个读决定不是说我们看着本子把经念一遍，那这个果报决定达不到，要怎么读法呢？
读了要能解其意，结了要能依教奉行。你看每一部经到最后信受奉行啊，这四个字做不到，你一天读一百遍也没用处啊。念佛啊，古德讽刺人啊，是喊破喉咙也枉然。读经也一样啊，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啊，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啊。听到这一句佛号，看到这种佛像，就要想起佛在经典里头的教诲啊，是借这个提醒自己 啊，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啊。我们要把这些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啊，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月当中你去念十遍，你不会忘记。啊，你看佛教我们出家人持戒，啊，戒经。每半个月要念一次，啊，为什么呢？怕忘掉了，啊，半个月再诵一次，复习一遍呢，要依教奉行的，啊，不是说念给佛菩萨听的，啊，寒山拾得，啊，封赐半月诵戒，啊，那个封赐的意思是什么？只会半月念一遍，平常一条都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呢？应当是条条要遵守啊，条条要做到才对啊。读经也是如此啊，《地藏经》上所教导我们这些理论、原则、方法要做啊。这个比半月诵戒还要殊胜的啊，戒经一个月才念两遍呢，这一个月叫你念十遍呢啊。那我们现在不念这个地藏经，我们改念无量寿经啊，行不行呢？行。无量寿经呢，包括了地藏经啊。无量寿经实在讲啊，无所不包啊。啊，整个佛法呢，都浓缩在无量寿经上。啊，我有一年在美国讲这个地藏经大义，啊，在美国东岸几个城市。就有同学来问我，哎，他说法师，你不是一直都是在讲净土，你怎么又讲地藏经呢？你是不是在夹杂呢？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是讲无量寿经啊，讲净土法门。他说地藏经怎么是净土法门呢？我说净土法门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你承不承认？他说承认。啊，三福是观无量寿经的。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对不对啊？对呀、啊。我说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讲这四句啊。啊，这个经就是四句的注解，那他才明了了。
所以我们讲这个经啊，是净土的基本法了。净土经里面16个字就包括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就是讲的16个字。所以你要不懂地藏经的这个三福里的第一福的意思，你就不晓得，你也不知道怎么修法啊。所以我讲地藏经啊，是讲净土经啊，是讲往生经啊，我没有离开净宗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所以此地这个读经一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果然读能明其理，能行其道啊，真正的这个经典幕后啊，信受奉行，这才叫真正叫读经啊。你真去做，真做到了，那么就有这个效果了啊。东南西北百游行论，这个游行这不算多，不算太大吧啊，算小游行吧。小游行古时候这个一游行是中国的40里啊，古时候的度量衡比我们现在短啊，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古人身长啊1丈2尺啊，其实1丈2尺这样大的个子现在人有没有了？多的是啊，太多了啊。我们看弘一大师周赤考，他在那个戒律31种里面，注意去看，古时候的一尺大概现在啊5寸多一点，不到6寸。我那么这样一喝的时候，1丈2啊，或现在大概就7、8尺嘛，那7、8尺的个子太多了吧。所以一定要晓得那个时候的那个长度计算的单位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一游行呢，如果算起来是大概最少啊也是现在的应当是10里啊，大概是这个是不会相差的。那么半游行呢，这个就大了啊，至少啊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讲的100里的方圆啊，或者是啊差不多是400里方圆，这么大地方没有灾难，一个人有福啊。如果说大家都修福，那这个力量就更大了啊，我们一个人修的福不弱，今天这个居士林建的念佛堂，大家都在里面共修，这诸位能看到的啊，我想你们学佛也走过不少地方，也见过不少道场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讲气，中国人讲气啊，这个气氛的旺盛，可能在一生当中你看到居士林这第一。为什么呢？这么多人在那里真念呢啊，他离开念佛堂咋不论，进念佛堂的时候他真念，所以这个磁场就特别殊胜啊，进入这个道场人能生清净心，能生欢喜心，这个力量就保佑这一方啊。这一方的人啊，这么大的一个磁场在这里发出这个波啊，影响这个地区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在我想象半年之后会影响整个新加坡的气氛
啊，让新加坡的居民每个人都会生欢喜心。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心里面就很安静，啊，就很快乐，就很欢喜。啊，什么力量呢？这一边这个电波发射的太大了，啊，超过一般人的胡思乱想啊！啊，把你那个波的时候，这个波大了，把你那个波拉平了，啊，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现在世间人讲的思想波。啊，我们这个思想是佛的思想啊，菩萨的思想啊，啊，这么大的波的时候，所以我讲经时候说的是，我们的频道跟阿弥陀佛的频道相同啊，接通了、啊，啊，所以这个波的时候，借着诸佛菩萨的波，产生极大的效果，啊，这个效应很大了，啊，所以此地虽然是三四百万人呢，没有关系、啊。这一个磁场可以盖过它、啊、可以把他们那个波的时候、产生大的变化、啊、让他们心情平静，心情安和、啊、真正得到欢喜，感觉到这个地区安稳、啊、这个地区太平。佛法这样殊胜的利益，可惜没有人知道啊，啊，没有人真干呢、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激李牧远居士啊，啊，没有他大力支持，啊，我怎么讲，怎么劝，都很难产生效果，啊，讲的是人不相信嘛，啊，这个地方李牧远居士相信啊。一切条件的都具足啊，所以这么样的热心、认真、努力来做这桩事情啊，我们想能做上个半年、一年之后，社会大众啊见到这个现象，自然就肯定啊，自然就发生欢喜啊。现在我们看居士林，你看看人越来越多啊。昨天李居士告诉我，参加这次超度比去年的人多得太多了啊，念佛的人也多了啊，听说有一些这个中原参加其他的法会，他们不去都到这儿来了，好现象啊，感应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有这个效果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实啊，更是能够断疑生信。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道，这是说明这个影响之深，影响之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